No sir， 我上神，我们就要干嘛呢？今年的话真的不废话，好吧？因为由于我现在拿到时间有点紧迫，差不多现在是下午3点多，所以呢 ，Come and light up device 救急形态的这个专用印章组，好不好？吼吼。每年 Kamen Rider 最关键的点就是9月份新腰带发售，因为毕竟是新的嘛。再来就是每年的差不多5、6月的时候呢，甚至5、6、7月这3个月内就会发售救急形态道具啊。然后这个话就是今年的救急形态，好不好？连续看它4周，终于拿到了。我们这个话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 Levi's 的救急形态，其实这一次的救急形态我觉得意外朴素，采用原本那个基调，追加更多线条纹理，让它变更加厚重啊。设计上很华丽，但是看起来又很简洁利落啊，所以整体我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后面我还可以看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 Vice 啊，父子齐心而制作出来的一个印章啊，我要先说这个印章的还原恐龙头已经算很直了，好不好？上面这边的话就我们里外跟外斯的一个变身说明啊，他们两个是同时一起变身啊，基本上变身流程是差不多的，顶多就是前面姿势有稍微改一下，因为一左一右。下面这边的话是我们里外斯的一个必杀技玩法，有搭载语音哦。与其讲那么多废话，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给开箱。这个话就是我们里外斯救急形态的印章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恐龙头。这次的话所有东西我都觉得都很有回归初衷感觉，所以呢，他们最终形态一样是采我们的暴龙作为基底在做强化，一开始一人变两人，然后呢再次两人变一人，然后最后再变一人变回两人啊。所以呢，它这个印章居然是设计成两个印章，然后可以合体成一个恐龙这样子。这恐龙看起来真的是很凶残哎，只是颜色上的话，我觉得感觉有点偏深。就是没有像巨龙要那么亮的感觉啊，只是不得不说啊，你就发现这边蓝色啊都是采用涂装处理啊，赞。然后呢，上面部分啊差不多长这样，基本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基因序列啊，因为它本身就是跟基因有关的。另一侧的话将是我们恐龙的下巴、啊，然后下巴这边的话一样是有涂装。稍微个别讲一下印章拆开的时候的样子啊。这个话是属于我们的里外的一个部分啊，这些纹理拿来配恐龙看起来是非常 OK， 非常合理啊。变成印章之后呢，这些纹理又可以搭配印章来看，所以呢，基本上你不管哪边看啊，都不会有任何违和感的，就不会说感觉是印加线条上去的、啊。然后呢，这印章可动的部位的话、啊，对，就像就上面这部分，上面这部分大家应该都很熟啊，就是它拿来发到我们的踢球超必杀技的话，就会使用到这个区块，与我们的 Vice 的印章做个连接。所以呢，它可动部分差不多长这样。然后它的按钮的话比较特别，是在这一侧，跟大家讲一下背后部分啊，这样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为了连接而做准备啊，没有特别上什么东西。那我们把这点讲完之后，我们现在稍微按压一下，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啊。我觉得好厉害哦，它本身这边是一个透明壳罩上去嘛，里面那个基因序列发光之后呢，整点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科幻片里面装有基因的那种特殊收纳罐子的感觉啊。哇，这次光效超满意，因为它是救急形态道具嘛，所以它是有带语音的哦。有吗？主角的口头禅。我们一起上吧，伙伴。它一共的话只有带4种语音，还行。因为呢，考虑到底下的 Vice 应该是会有8种，应该啦。所以整体我觉得是 OK。下半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里外的脸啊。还蛮可爱的。然后再换我们 Vice 的部分呢、啊、Vice 的部分居然就是它的一个下巴的部分，原本这样子，然后呢导正直接变成一个印章啊，跟大家一样，上面这个纹理的搭载啊安排都非常非常巧妙啊。而且相较于我们刚才礼拜这边的这个基因序列看得更加明显啊，因为它比较突出一点。然后呢我们稍微按压一下啊、哦，相较于刚才的礼拜来讲，它的语音更加快速一点啊，更加激动一点。哇，这基因序列看真超美的。然后呢，我们上来听它搭载语音哦。果然，我们的 Vice 就是要皮一下，还帮观众介绍自己跟我们的男主角啊。所以他一共的话是搭载这4个语音，这样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呢，下半部分的话，对，也是有把我们的 Vice 做个特化，眼睛的话是比较恶魔化的一个设计，这样。真的跟剧中一模一样，那个按压声音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将这两个的外观给全部看完。整体的外观上，我觉得还算 OK， 中规中矩。我个人觉得啊，整体没有像是过往旧一道具那么夸张，比较朴素，比较低调一点、啊。但是呢，整体它可以合成一个恐龙，还是很吓趴的，好不好？很信。
好了，各位，这样子我们 Kamen Rider Revise 的究极形态就变身完毕，好不好？哇，赞赞赞赞赞！哎，我要先说，你们刚才听的那音效，基本上都是属于两人合音出来的音效，听起来非常非常爽，好不好？整个就会有那种环绕音响的感觉，但是两边的音效都会有点差异，个别播放时会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居然可以看到我们里外的一个特化脸啊，感觉还是有点泼水星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哦，对哦，这边我们来测试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搭语音嘛。好，现在我们确定一个点，就是他把变身这个拿掉，因为现在已经变身后嘛，就不需要变身这个词。后续的台词一样是有放在这里面，但是没有新增台词，比较小遗憾，但是基本上常用那几句都有了。透明罩就这样发光，这有够帅，你知道吗？救命啊！你没发现这边带金还一直变换颜色啊？而且里面又采用基因涂料，看起来更加华丽啊！令和的那个味都来了，好不好？而且重点是我才发现一个点，他这边的发光时长真是完全有对应到这里，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必杀技就可能设定好就要这么长啊。嗯，赞赞赞赞赞！基本上我们里外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主旋律都在这边啊，单听 VICE 的其实有点奇怪，等一下换 VICE 大家就知道了。嗯，哇，真是一样帅。带基因的部分两边都是一样的啦，但这边基因图像真的超帅，我真的超级喜欢的，一定要再说一次啊！我们可以听出来一个点，就是所有的主旋律都在里外那边啊。外声的话是属于比较偏向于伴奏，但是又带你合唱的概念啊，所以呢，两个动在一起还是完整的，好不好？让它听起来更加磅礴，更加气势，更加强悍啊！毕竟是最终形态。说实在，这三角脸看起来有点像是火箭头，我也不知道什么，一直让我联想到 Force 星星的形态啊。但是它脸部啊，居然有为 Vice 做一个特化型啊，所以两边印章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呢，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变身的部分啊，单独给大家听一下，然后并且不加任何特效，就让大家完整欣赏一下究极形态大概长怎样。毕竟是每年该玩的一个年货啊，该礼拜那边测过啊，所以呢，这边当然一定是可以的、啊。一起上吧，伙伴！还要帮大家做个介绍，但是它语音的话，居然还是采用跟刚才前面一样啊，比较可惜一点啊，没有再额外多搭载一句啊。因为由于我们现在玩的 VICE 嘛，所以我们就先玩一下必杀技的部分。哇，这次的带金超带感。好吧，这边依然短，好吧，虽然它是旧有形态也一样啊。换我们的礼拜发动必杀技，嗯，带金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很喜欢。所以呢，知道不必杀技的部分，两边话是差不多的，顶多只是里外跟 VICE 的区别的台词差异而已。然后呢，我们现在玩一下最重点的、啊，在这边先测个东西啊。哎、欸，对，我现在想一个点，哎，他们下面本身都磁铁，所以他们这是会黏住的。有没有这样子就召唤出我们的一个分身啦？因为呢，在原作中里面，他们就是两个这样对撞之后呢，然后压地板。
就会撞出分身啊。分身这个也是可以做完美还原啊，但是没有后续音效比较可惜一点啊，但是也蛮正常的，毕竟它是第三产品。两边的一个合体的磁力必杀技，希望我们的 Vice 把这个拆给我们男主。原本基调更加加快，更加战力，更加快速啊！这样子啊，就把我们的 Vice 当球踢，不要怀疑，在剧中就是这样，好吧？这样一讲话，让我觉得这一次卡门德拉里 Vice 的最终形态衣服，其实有点像是球队的衣服，哎，感觉啦，感觉啦。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卡门德拉里 Vice 的究极形态的完整开箱，好不好？整体我觉得非常不错。其实我当初本来想说，我怕讲的不够详细，想要分成上下两集，但是就真的跟他们变身台词一样啊，两人一体，表里如一、啊。这两个没有同时介绍，就失去那个礼物，好吧？而且重点是这一次起的还算是佛心，两个搭在一起卖，价格也不会到很贵，所以呢，整体我觉得蛮推荐去买。好不好，个人觉得这应该算是近代里面最朴素的一个究极形态道具啊！你看02直接换一条腰带 ，C100的话就直接换一把圣剑，我们的礼拜手真的就只是换一个更强化印章，然后没有改变整体的外形啊，蛮简洁利落，蛮舒服的。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卡门莱达 Levi's 的究极形态完整开箱的路线，请把在评论区留下，拜拜。